我叫陆远，是一名自由创作歌手。中学毕业之后就离开了我的家广州，四处漂泊已经有十年。我开始觉得自己停滞不前，很久写不出新的作品了。现在我回到了我长大的地方，希望找回最初的那份热情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轻点轻点轻点。要不要帮你捏个号码呀？别闹了，那帮你擦个口水。不要。快点。把信用贴进来。主任好，主任好。嗯，好。你们给我站住！你的头发怎么染了？主任，我这是发质不好。发质不好？你以为能骗得过我吗？哎，好什么好？有你们这样的吗？走廊里不允许打闹。还有你，站直了，看什么看？你们班主任怎么教你们的？还不回教室上课？来来来，快过来！节奏老师不对，想怎样？顶你哥想嘅咩？尽咗力啦！我们这样没法玩。我有办法。外面那位，你在那站了很久了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同学好，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乐队。你的乐队？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，我有个条件。他谁呀？哦，这是顾小雨，我觉得他蛮适合做我们的鼓手的。不是吧？女生也会打鼓？
我是女生，多多指教。太神了，我们就缺这样的人。他是我同学曾倩，他也想加入。你会什么乐器？钢琴。好了，人终于到齐了。我们这个组合叫什么好？这个我想好了，就叫后街传奇。好土，有没有酷炫点的名字啊？哎，咖啡奶茶怎么样？叫这个吧 ，Dream Riders， 就是驾驭梦想的人。果然英文比较酷炫，欢迎，你觉得呢？阿贵，吴伯明，阿贵就很不错吧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好像少了点什么。你在干嘛？来来来，快来拍照！哎呀，别吵了，我在写歌了。来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别着急，我都还没写完，词都还没填。来年那天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啊，明年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。我就写一首属于我们 Dream Riders 的歌，让大家都记得这段开心的日子。哎，将来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一定会回来一起唱这首歌。吴伯明，你好矫情啊，受不了。到时候曲子出来了，其实你来填吧。你知道我语文不及格的。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交给我了。我记得你语文好像也不咋的，倒是可以让曾倩给你补一补。这样吧，等我把词填好了，大家都一起回来，说定了。你是陆远吗？啊，是我，林主任。哦不，林校长，好久不见。你毕业多少年了？快十年了。哦，十年了，
瞧我这记性，今天这么有兴致来学校看一看呢？最近有些事情想不通，就想回来找找方向。走，我带你去找找感觉。走。怎么回事？有一首歌我写了很久，一直都不满意。以前我以为可能是我的经历还不够多，现在才发现可能我根本无法完成它。有些时候你以为一辈子再也看不到阳光了，其实只是还没有天亮而已。给点耐心，黑暗会过去的。还记得我们的校训吧？务本求实。我快要退休了，说起来在这个学校30年了，看到一届届毕业生从这里走了出去，他们和你一样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。相信自己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。校长，谢谢你，我有个想法，想听听您的意见。那赶紧说。这首歌对我们乐队有特殊的意义，我想把他们找回来，一起去完成它。我看这样，今年的校庆你们都回来，我把整个舞台交给你们，让所有的校友都能听到你们的歌声，怎么样？谢谢校长。这一刻我突然找到了方向，我决定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首歌完成，履行当初的诺言。我要用这首歌来激励大家，不管生活中有多少挑战，都要勇敢向前。喂，方毅，我回来了，出来聚一下吧。哎，我去北京出差，在机场呢，不回来再约。哦，好。喂，是小雨吗？哎呀，我家小皇帝在生病呢，我都快忙吐血了，先挂了。哦，请问曾倩在吗？哎，没了人啊，打错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气死。词我已经写好了，就等你了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这还重要吗？变了。谁不会变？我们已经不是17、18岁的人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像你一样不顾一切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喂，干嘛不接电话？刚在忙。忙什么呀，都几点了还不回家？好了好了，现在就回来。嗯，我要先走了。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？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？
久不相见，曾经那少年，俊朗面容如何浮现一世不凡的从前。你在这个城市，我身在他乡好多年，说好来年再见，一晃又好几年。我撩起从前的默契，数年你诉说现在的苦乐甘甜，你爱的从前，你期待重现，我坚持的信念，我承诺一直没变。如何感激岁月的变迁，青涩的不争，理解了难全。如何感激岁月的变迁，刻苦的重笃定的勇敢向前。我沧桑了许多，你依的容颜，你爱的成见没变，只是球鞋变成皮鞋。窗旁的你静谧无言，听见你我在走廊那边痛苦的片刻，释放的尘烟，注定的怀念在那悄然之间。如何感激岁月的变迁，长夜的光只能浓的那天。如何感激岁月的变迁，无悔的尊严，笃定的勇敢向前。想我们要一起实现、走遍世界，你仍在我身边，现实的默认，观念追逐的宣言。你的笑容我最能了解，打开心门，你将来写的变迁，前行更远，记在每一个来年那天。十年之前，我想做一个生物研究的博士。想做外交官嘅，谂住成为一个外企嘅职业女性。我想做一个画家啦，做一个新闻工作者，环游世界啦，就每天很开心的吃喝玩乐。想考一间好嘅大学，想做一啲对社会有用嘅事。
之后呢就冇諗过，虽然係职业女性，但係就自己经营嘅自己公司。不过冇諗到后咩会去做咗记者。十年之后其实都算係一个画家嚟嘅，咁就只不过係用一个维度去用广告用创意去美化呢个世界啦。咁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真正去追求嘅嘢啦。如果有一日公司稳定啦，我唔需要太操心公司入面嘅事嘅话，我都想任性咁样继续去追逐我十年前嘅梦想。